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合，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良朋尽如此，树意何寥寥。念我远方人，复及树良朋。心怀常郁郁，何日重相逢。1919年，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的合理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在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领导下，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在五四运动伟大精神的鼓舞下，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统治湖南的反动军阀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然行凶，我就赶到京城去告状。一个人的力气小，我就喊上湖南同乡一起，我就不信扳不倒他张家四兄弟。死马当活马医，活马不夜也会变成死马。不吃荷叶茶，我们尽快出发。好，好，好。哎哎，张龙志，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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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你好，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张龙啊，想死你了，也把我想坏了。东西都给我啊，这箱子我自己来。哎呀，我自己来，不，还挺沉。没事，没事，没事，龙志，交给他吧。你得跟我去个地方。开会没子？润之哥哥，前两天父亲知道你们要来，特别开心。结果还没等到你们来，他就中风了。老师，老师，你醒了。老师，我是润之，我回来了。政府禁烟，政府禁烟，湖南贩烟，湖南贩烟，尧舜禹汤，尧舜禹汤，危害三乡，危害三乡，湖南贩烟，湖南贩烟，大家安静一下，尧舜禹汤，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这样，
你们派几个代表跟我进来吧。啊，张督军在湖南所作所为有所耳闻，谁知道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必当尽快派遣专员赴湖南调查处置。总理术语，穿云破雾，湖南民众如见青天呐。三湘盼着这场及时雨越快越好。湖南公民代表团的斗争我一直都在关注着，我认为非常好，非常有成效。但是我们大家也应该知道，靠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去拯救黎民百姓，这条路还是走不远。先生指点的是，我跑了几家衙门，可是做官的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为利的尸被素餐，浑浑噩噩。只有总理靳云鹏还不错，跟我们聊了许久。对呀，润之，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个靳云鹏有一个绰号叫麻将将军，打麻将的本事比他打仗要强，因为他知道什么人该输，什么人该赢。有的人在琉璃厂卖古董，为的是送礼拍马，他呢专门在牌桌上输钱买路。这样的人怎么做民国政府的总理啊？嘿，民国政府的总理恰恰就需要这样的人来做。为什么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呗。被你们几个青年学生往家门口一堵，他势必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但是我估计以后不会有什么结果。对啊，这样的人做总理，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欲拯民众于水火，必须要有崭新的斗争方式。这里边有一些新文章，抽空你们看一看。来，来传一下。先生，那我们要写的那些新闻稿子还发不发了？必须发，而且越多人看到越好。润之，你记住，每扒掉一条黑暗的篱笆，就会多见一道进步的光明。张金瑶，还保我三乡！驱逐张金瑶！希望，看，希望。这些文章写的真好。张龙，怎么了？开辉妹子，我很想再送老师一程。有开智跟开明在，路上不会有事儿的。我真不想让你走。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们的事儿，父亲在的时候已经答应了，哥哥也支持。等赶走了张锦瑶，湖南人过上好日子，咱们一起读书，一起做事，那才是真的好。把手伸出来。空的时候梳梳头，梳头可以通血脉。你每天读书写字那么多，费脑子。
我真不舍得离开你。好男儿志在四方，湖南需要你，中国更需要你。区长运动已经胜利在望，我们都很感谢您的助力。赶走了张大帅，又来了李大帅。湖南如此，全中国哪个地方不这样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所以指望反动政府，是救不了黎民百姓的。我们需要找一条新路出来，必须打倒一切反动军阀。必须改变政体、国体，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润之啊，我们观察你很久了，希望你多出一点力量。我呀，有的就是浑身的力气，在图书馆里搬书也是一种锻炼嘛。我认为搬书的工作可以暂停了。我希望你去一趟上海，去见政府，他会告诉你做什么。北京、上海，南北响应，在我们的面前不仅仅是这两座城市，在我们的面前是全中国。当下之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霸凌，内有各地军阀祸国殃民，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尚未清除。民智虽已初开，要想走上富强之路，任重道远。我愿追随先生，整民于水火，打破这个旧世界。好。润之啊，苏俄革命胜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古希腊有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我们也要取得火种，怎么办？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苏俄经验。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润之啊，湖南。湖南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我希望你能把胆子挑起来。我，对，予所欲，涕泣沉思者，为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润之啊，中国的未来，青年要起作用。我跟首长看好你。谢谢先生，希望我能够不辱使命，尽快回到湖南去，打开一片天地。我还有一样东西送给你，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聘请陈梦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全译本，印好了，我托人送给你。先生太好了，我正准备跟长沙的朋友建一个文化书社，用书本做武器，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出去。好啊。
润之啊，尽快的把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格局，可以在各地建立起组织。去吧，回到湖南去，那里有你的用武之地。同学们，我们的文化书社今天就正式开业了。我们呀，现在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刚才已经把任务分配给大家了，现在抓紧时间动起来吧。来，来。1920年，毛泽东分析湖南革命形势，认为当务之急是推广新文化，把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为此，他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着手筹建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开业。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权力的人认作是一种有权力的东西，共产党人已经有时机可以公然地在全世界的面前用自己党的宣言来发表自己的意见。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已经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工人群众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涌现出一批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各地的组织发展很快，有很多优秀分子想要加入我们。好，我想是时候了，应该尽快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来规范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我想为了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这个消息应该立刻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好，莫斯科也会派人来帮助我们的。我们既要得到国际的支持，更要做好自己的工作。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эта встреча большая честь для меня. Товарищ Хендрикус Йозефус Францискус Марис Невлет. Длинное имя у вас, товарищ. Прям как у нас в России.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просто зовите меня Марин. У вас легендарный опыт. На боях сражений Индийско-Голландской войны вы проявили себя героем.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я помню время, проведенное в Азии. Это было сложно и опасно. Но я уважаю народ Азии. У них есть стремление сбросить оковы угнетения и мужество к борьбе. Коминтерн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направляет вас в Азию. Но на этот раз не в Индию,
а в Китай. Товарищ Ленин, и какова моя цель? В Китае есть свои марксисты. И они готовы к более масштаб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Коминтерн направляет вас для помощи им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артии. Мы также отправляем с вами секретар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товарища Никольск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новый мир, и вы расширите его горизонт. Сяньи Чанмин, Хэнан Гонгшан Чжуи, Хуодон Фэнзэ Малин, Юэньмин Хэндэли Кусэ, Сэнэ Фулицэ. Шэнзуо Идали, Ла Артэли Сэно, Гонгсэ Дэ Акуэлия, Хайлюэн Титян Дида Шанхай. Чэшэ Хэнлан Линчэ Гуан, Сонлай Дэ Гонхан. 国际党即将达达上海，你们要吃江方饭。上海还有魅力的，法国流浪汉、英国强盗、日本浪人、美国记者，都喜欢到上海，享受人生。是啊，所以法租界已经要把这难全。这个马林不简单，荷兰政府。 很头疼，希望我的头不会痛。有我黄金荣在，手下的兄弟们一定会保护好法租界安宁。OK。 政府来信了，哦，要求我们尽快组织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我刚刚见了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同志，他们也带来了国际的指示。太好了，得尽快通知同志们。对，还有日本的师存统同志，他跟日本的留学生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师存统不是一般的能干。是。啊，一个地方来两名代表，加上上海。 一共是十几个人，会场设置在哪里好呢？哎呀，会场还没定好，不过住的地方已经想好了，是在博文女校，我夫人借了点。好，好。哎，干脆会场就设在这儿吧，这是我兄长的地方，又在法租界里，安全呀。好啊，哼，马上通知同志们。 先生，国涛，您这是怎么弄的？哎，拖欠大学教师工资不发，去请愿讨说法，警察打人，还伤了好几个。这下手也太狠了吧！李先生，您现在感觉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就是上海的大会，我可能去不了了。可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您得参加呀。北京的事没完呢。 虐待教师的政府是一个糟糕的政府，我得留下来跟他们继续抗争。先生，那派谁去开会啊？国涛，哎，任静，哎，你们两个代表我去上海走一趟呗。啊，我能行吗？没问题，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我。先生放心，我们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烦恼你去趟上海。 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是广东代表，你是我的个人代表。您不去吗？广东一大摊子事，我走不开啊。公博已经去了，再加一个代表，
倒也合规。不过，您这个个人代表的名头是什么意思？首长受伤了，他不去，我也不去。国际上的同志恐怕会有微词。嗯，不过这不要紧，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规矩我们自己定。你是我的个人代表，必要的时候可以以我的名义来发表意见。凯辉，其实不用说，让它自然生长就好了。有家的人了，别人不说你，别人会说我不会照顾人。哎，这日子是咱们两个过的呀，光旁人说什么呀？我觉得这日子过得挺舒服。我煮了茶叶蛋，还蒸了米粉肉，你带着路上吃，也让九叔尝尝。这次啊，换我给你好好的梳梳头。怎么突然想起来要跟我梳头了？我呢，不是张厂画眉，不是平儿理妆，是润之啊，要给我的开会好好的梳一次头。我还以为你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两个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奋斗，儿女情长的事情自然少了一些，但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天下的百姓都过上幸福平安的好日子。这次上海开班会，中国会不一样吗？开天辟地，天翻地覆。慢点啊！你们是学生，所以啊，给你们准备了一间学生宿舍。不过呢，是女生宿舍。女生宿舍呀？对，这辈子还没住过女生宿舍呢。那有什么区别？和男生宿舍一样。来，你们住这屋吧。好，放暑假，女学生啊，提前把东西都收拾好了。箱子放这儿吧。哦，放这儿吧。好，有什么需要跟我说。王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这是俺们山东的大煎饼，还有大葱。这什么做的呀？五谷杂粮，什么都有。我们山东啊，用什么都能做成大煎饼。对。哎，你们这儿聊什么呢？哦，文静，吃上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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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不辛苦。来，哦，这位啊，是北京的刘仁静。您好，您好，您好，山东邓文明。哎，您好，您好，山东王金美。您好，您好，湖南何叔和。您好，您好，您好。洋人非常重视国际党到达上海的事情，你们眼睛要亮啊，耳朵要灵光。大哥，什么是国际党啊？要为老公搞思想，
从欧罗巴搞到上海来了。这些天你们辛苦一点啊，遇见可疑的洋人赶快报告。